有多少跳过我头上吗？他在哪？他在哪？他在洞穴里面，然后那个一堆物品卡在里面，然后岩石刚好比他高一点点，所以他是一个帽子。刚才多少跳过我头上？没有做预言，可惜。所以来不及说就被打死啊！哇，这个室内，室内都很难啊，这个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玩的、啊？我想躺在那个书柜其中一层，躺在上面这样子，很难吧？你躺不进去吗？看看能不能，可以钻到第一层，第二层呢？应该有一个垫脚的才可以吧？我们应该要站书柜站一整排、啊。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！我也想上去，我要躲在这里。要怎么那个、啊、蹲着是不是？蹲着要蹲，那蹲才进得去，你站着是进不去。好难哦、喔！要死一来了，不要啦！哎、欸，这位，我要进去，进不去，等一下。可爱 ，OK， 端啊，哪里？看，你怎么在哪里呀、啊？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像还扁扁的，反正打右边那个应该会卡一下。哎、欸，跑掉了！怎么干嘛？你干嘛跑掉？跑掉了。你干嘛跑掉？不要啦！你知道跑掉的要先受到制裁吗？哇、啊！跑掉的要制裁哦。请问你要哪一本书？我帮你拿，你拿的意思吗？我可以拿。哎、欸，你的遗言是什么？哦、我旁边有一个人哎、欸，好，我过来，你看一下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头上，头上，哪里？头上，头上，头上，哇塞！你有什么遗言？哇塞！你有什么遗言？打得到了，打得到了。哎呀，头卡住了啦！塞住了啦！出来！一瞬间又一个喵哈哎！我看你眼神，我卡住了。我是火焰小精灵。对，楼上。火焰小精灵那应该是在熔炉那边吧？对啊。他在那个楼上的那个。那打了我一下，不行，好，不然你打一下我再。那你的遗言是什么？换另外一个打。你要讲一句。我是火焰小精灵。下面还守着两个。我觉得这肚子 不舒服。啊！没遗言，猜了。有啊，肚子不舒服啊。也是悄悄。刚刚那个台灯其实蛮猛的耶，如果对啊，慢看的话，刚刚真是没看到哎、欸，对啊，就直接略过啦。对啊、没有，我只是刚好站上去书柜那边转头的时候，看到，怎么一个人在那边？对面好猛哦！我记得这张刚刚团团害了我。哦，哎、欸，女巫来来来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我刚刚就在跟你走，跟你走哪边？杰瑞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哦，又要躲来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啦，不要躲这边啦，这边变鬼就没办法玩了啦。太慢了，来不及躲。看一下 ID 哈。怎么办啊？你刚刚讲完那以后，我觉得我来不及了。你躲那边嘛？那边只有刚刚团团。我。刚刚那边只有团团找到我过。嗯。啊！这个风景如何？订阅繁星，订阅繁星，订阅繁星，订阅繁星！哎，那个我觉得不错，如果不仔细看可能会略过。可是你看到我啦，是没错啦。好了，那就躲这里了。我还特地找紫色的场景哎。紫色的场景。哎。嗨嗨嗨！我没有讲遗言呢、啊。哇，有了你讲，有了你刚刚讲了，你刚刚哎呀，遗言团团呐！你的遗言是我没有讲遗言啊，遗言，遗言，
买一送一的赠品啊？什么鬼啊？赠品？因为刚刚团团说他附近有人嘛。没有啊，刚刚团团我在、啊，我已经在那个了，对啊，已经死了。所以团团我等团团啊，嗨哦，好送过去啪。没有没有。烟，你好。嗯，看一下小雨在哪边啊？啊，这个看不到啦，只有你的肚子啦。看吗？看到吗？还是不知道在哪里耶、欸？对啊，他那里太边缘了吧？我等一下我转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在哪。啊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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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要啦，我害羞。痛死了。白金，我这个方向是不是还是？对你那附近。哦，我这个真的超难看得到的，超扯的。对啊，他那个位置好，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的、哦，很强哦，超强的。上上下下，就是他不是在下面，但也不是在上面。这个我自己转视角都看不太到我自己。你是在小缝里面哦？你是不是在箱子里面啊？哎、欸，出来！箱子没开、欸，哪里啊？不是这个。没有看的话，真的。它的位置真的是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，很微妙的位置，就是要上，干脆要上吗？要上的菜的那种，要上排骨。酷啊！然后请喵花再去看一次，到底在哪里？对照一下，哪里啊？是小雨哦。对啊，那个位置应该蛮猛的哦。这个很猛，还有繁星啊！好。哈哈哈喽我，你是不是在很高的地方开了我、啊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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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离我超近的。繁星在哪里啊？所以刚刚小雨以为他被抓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知道我没有被抓，另一面有一段距离。哈，我看到你在屋顶上跳。哈，我跟你是水平的。水平？对啊，我就说那个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的位置。好神秘哦。哪儿啊？哎呦，哦这里啦，嗨，你好看哦。这是超暗的啦！哇塞，这超暗的，居然在那边，看不到你在哪里啊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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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黑黑的。不是、欸，我完全看不到。哇！怎么看呢、啊？我会看到有才走过来的。来淹死啊！哇，好暗，直接被打死了。没有，淹，淹，超黑的。都没有说给我十秒。再给我十秒、啊，我撑十秒，好猛哦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，那位置太屌了，超强。等下，等下去给你看，给你一个赞，啊、欸，给我一个赞，你都可以。他去追随你的频道，好，他、啊、不行，我记得，那就退追随再追随一次，好、啊，那是按两次取消追随，再按一次追随，太喜欢的点了两下。太喜欢了，只要点那个专业两下。真小雨，自然系玩家。杰克没按准备。嗯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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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是海影吗？我吓一跳啦！你看，就是这样。不，你真的是不哎、欸！我不，不是你是海影的配音员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一模一样。这要讲真的一模模一样样。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也是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对不起，不不，待会一眼全部都会变不。哇，这场好安静哦，大家真的累了，叫累了吧？累了，累了，不不不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你，嗯，有。哦，十二是乐视的声音。我看到树上有一个、哦。你想说什么？不不。
哎呀，跳过头了，跳过了。我这觉得这上面有点难跳。愉悦，他就好像在这一块。我找到你，看我的头啊！你找完，你找完看了，找完看了。好恐怖哦，女巫的牙齿。你可以按 F 一，不，一跟二，他嘴巴会动。等一下，我刚打嗝是不是？哇，好恐怖！他没听你打嗝啊！我现在看到我自己的样子。是这一块吧？的遗言是：哈金，你快跑！我来啦！哎，你们看到我，可以不要打我。是锦鲤哦。对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居然跳进来，然后在那边。等一下。你把我推正吗？你把我推正吗？我跳起来蹲下。你在车震哦！哎呦！在哪里啊？把头推正吗？推正一下。我想说，刚刚这东西怎么在动？可以把它推正吗？你卡在里面了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把想盖起来，可是盖不起来。推正吗？推正吗？哎，你这边卡在空中了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，跳，跳出来了！哎呦呦呦！跑出来了！你蹲下来，蹲下进去。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啊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打，有卡吗？哎，快点，最后一个了，没意义的，哇，我卡住了，哈基浮起来了，哈基你好酷哦，插在土里面了，插在土，哎，刚刚其实雨月你有经过我哎。哎、啊，我没看到，你没看到，对，因为我在你脚下。哦，我们现在目标都要找一个可以卡住的了。没想到我的那个帽子不会插出去，这应该是很好的多点。可是我刚刚真的是没看到了、啊，我只看到有东西在动，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而已。那个好点不能躲了，会有人去看哦。嗯。哎呀，然后结果一讲完，全部人全都干嘛啦？全部卡在那。哎呀嘞！哎，我觉得女巫如果有办法躲到箱子里，很猛哎、欸。真的很难吧？他没有办法攻击啊。哎，有一些箱子是可以打开的、欸。打开可是进不去。哎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进去了、啊。我进去了。不要打脸大。好可爱哦！我想看。被找到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也要去靠！我变宝箱怪了！他在船上、啊、在哪？在船的那个船舱里面。船舱里面啊！上面这里，宝箱怪啊！我是宝箱怪！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啊！哪里？里面，你们看，进来这里面，没看到 ID 耶！啊？ID 我没看到团长 ID 耶，那因为没看到，因为团长你们看不到，我们是鬼啊，是猎人啊，这里猎人躲里面，超可爱耶，啊，这你超好笑耶，哎，躲进去，躲进去，哎，女巫要不要跳上看啦？女巫跳上看，女巫跳上看，女巫跳上看，盖子。盖子又不会合起来、啊，你要先，哎、欸，有进去了，然后蹲着，把盖子不会，哎呀，怎么会吐出来啦？哎、欸，我可以，不行，那上面要叠东西，要叠东西就可以。好了，你来给你们20秒去躲，拜拜。去躲，快，好可爱啊！天哪，不要再躲箱子，去躲起来。对啊，躲起来了。这个是谁啊？哎，杰克鸟还没到哦。我被杰克吓到，然后就把他打爆了。为什么吓到？我只躲在里面。我不知道，转头就你怎么在这边了？我就下一次就按了。箱子盖不起来啦，盖不起来啊！不要躲箱子里啦。哦，有了，盖起来了。啊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动一下。遗言。等我想一下哦。哦。我想一下。遗言，我是宝箱怪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挤在箱子里耶。哪里？你们不要动！太恐怖了！你知道
看到问题，我不知道你的上面的盖子已经怪怪的，那盖子抽的有点大。啊，没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个箱子哦，这个箱子里面啊，对对对，天哪！不要每个人都躲在小箱里哦。都走过去看一下箱子，箱子先抽两下，看到箱子先抽两下。你们在哪呢？还有三个人在箱子里。啊，你在箱子里，真的假的？哪一个箱子？哪一个箱子？啊？李嫣。李嫣。Yeah. 我要说那个小雨背后有人。好， yeah. 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了，因为他们在问我爷爷嘛。欸、可是我刚刚完全没看到繁星的 ID。哇，有我有看到。哎、欸，是繁星的，船上船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